Super Junior 来台湾，机场被粉丝给瘫痪了。但是主办单位当初承诺绝对是全员到齐，可是最受欢迎的始源因为正在嘎戏，确定跳票，就连记者会也是一言再言，最后团员根本没有接受访问。从 Super Junior 入境这一刻起，粉丝又失控了。使尽全力，又推又挤，就是想再贴近偶像一点。我想你们。亲切 say hi， 九名团员却没瞧见始源面孔。团员十缺一没到齐，主办单位不止承诺没越线，就连演唱会前的记者会也状况连连。在今天来参加了这一场这个记者会，让你们久等了，非常不好意思。所有的那个机场的关系，然后所有全部都点累。时间一言再言，其他团体 2PM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2PM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east。哇哦，大家好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就是没瞧见 Super Junior。台上媒体空等一个半小时后 ，Super Junior 出现了，不过无预警取消访问。签名会草草结束，不过从这尖叫连连的兴奋声音看来，尽管韩星状况连连，粉丝都能无底线包容。东新闻也被吴俊敏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